年轻时的三浦有何如此帅气，难怪山口百惠会喜欢。老照片见证玄机，三浦有何，本名三浦忍，日本影视男演员、编剧，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的丈夫，男神级影星三浦有何。年轻时的颜值真的很高，帅气儒雅，阳光气质不适应了。少年时期的三浦有何爱好音乐，曾自组乐队，后结识日本摇滚教父志野清志郎而进入娱乐圈。此后伊豆的舞女、潮骚这两部电影让三浦有何与山口百惠红遍全日本。1975年三浦有何与山口百惠合作的电视剧《血疑》引进中国后成为万人空巷之作。最主要的是这对金童玉女出众的容貌、精湛的演技令人不爱不行。1980年11月19日山口百惠和三浦有何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婚后山口百惠则回归家庭。二人银婚纪念日当天，有记者曾问三浦，如果有来世还会娶山口吗？三浦回答，当然会，平淡的爱情就这么的简单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